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20年6月25号，星期四，农历是五月初五。啊，今天又是端午节，祝大家啊那个端午节安康。好，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好。你好。感恩关心。讲吧。感恩关心的话。嗯。感恩师傅。哎。嗯，请师傅看一下，您稍等一下，我翻一下。请师傅看一下1983年的属猪的一个女孩。嗯，她在一家理财公司上班，为了每个月完成业绩，明白她父母投了好多钱进去，现在钱回不来，她也很后悔，为此思念了很多礼佛。她有个儿子从之前的打架、跳楼、学习差的问题儿童，因为全家练接练好了之后，变得很爱学习。当上了值日班长，主动要求上提高班，现在家里经济还蛮紧张的，请师傅帮他看一下。几几年属什么？83年属猪的。83年属猪的。主要想看什么？嗯，就是看看他们的那个钱还能不能回来，因为他年代他是83年属猪的。对对对对。哎呦，有点麻烦了。嗯嗯。不是不是马上能拿得回来的。嗯，哦，他贪呢、啊、他当时投这个东西想多赚钱，你听得懂吧？哎哎，对对对，哎，贪呢、啊、他贪呢、啊、贪过头了就变贫穷了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明白明白。你告诉他多念姐姐咒啊，至少念10万遍。哦，好的，10万遍姐姐咒之后会退回来一点的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就是师傅您帮他看一下，他许愿就是总额拿回来的20%做功德，还有准提神咒，准提神咒20000遍，结界咒要10万遍，对吧？对呀。两波108张的药精者和249张化解阴结的小房子。对呀、啊、这个你告诉他，这个事情到了最后是整体解决，整体解决之后他才能拿回来一点。哦，听得懂吗？哦，这个不是他一个人上当了，哦、这个整个这个生意，整个这个项目都出问题了。我现在看图腾。是的，是的。啊，听得懂吗？嗯。嗯，听懂。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请师傅帮一个同修挑个名字，然后呢，他想就是能够改名后可以积极善良一点，跟着菩萨和师傅修行弘法。是1981年的鸡，有7个名字，请师傅帮他挑一个。1981年的鸡，1981年的鸡，1981年，1981年属鸡。对。好，讲吧，是男的女的？1981年的鸡。嗯，女的。啊，有7个名字是吧？1、2、3、4、5。对。我看一下啊。第一个叫什么？陈亮金。亮是什么亮啊？光亮的亮啊？光亮的亮。心呢？心情的心。嗯，很好啊，陈亮金这名字起了之后会有钱的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菩萨。好了，就第一个吧。啊。嗯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然后再请师傅看个莲花，27018。27018。在啊，在天上啊。嗯。哦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嗯，很好、啊。师傅对他有没有什么开示？开示不要，就是不要太烦了呀，他烦得不得了，什么事情都挂在心上，放不下。哦，这样的话，他念经念出来的质量就差很多了。好吧、哦、好，另外嘛，叫他腰要当心，还有颈椎啊，腰还有眼睛这三个地方。哦，好的，感谢。肾脏当心啊，吃了不要太咸呐、啊，太咸了吃了，哎。哦，好的好的，感谢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好，那我问题问完了，感谢感谢。好，再见。他们自己业障，他们自己背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嗯，好，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师傅好，哎，你好，师傅弟子向你请安，师傅你稍等一下，师傅、啊、谢谢谢谢，嗯，
师傅，哎，帮一位同修的爸爸啊，看看他的身体状况，可以吗？我们可以啊。叫几年属什么的？他1953年属蛇的。五三年属蛇，看身体是吧？对对对对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你要叫他特别当心啊，他身上有灵性，蛮厉害的。他的颈椎啊，颈椎脖子这里非常不好。对对对，他癌症了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就是这块地方整个都是黑的，明白了吗？哦。而且啊，还有啊，而且我告诉你，他的血液啊，颜色偏深啊，就是血凝度太高啊，很容易。血凝度太高。啊，很容易就是抽筋啊，然后呢啊，脚啊、腰啊特别酸。啊，血脉不和，你要叫他这个癌症呢？我看看啊，他能活多少时间？他现在几岁啊？嗯，他67岁，他53年的，67岁。啊，他死不了，嗯，现在还死不了。啊，他说小房子该怎么念？因为他去啊，上个月20号已经许愿1230张的小房子。你叫他不要先嘎嘎就好了。先看看就死了。不要什么？不要先呐、啊哦，不要看见异性啊，就骨头轻啊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哎，听得懂吗？他主要是因为莲花还在，所以他死不了的。啊，莲花还在。哦，好吗？哦，他要怎么样才能够度过这个难关呢、啊，师傅？度过这难关要许大愿呀、啊，而且自己要念礼佛，要念礼佛。至少要先念108遍那个礼佛。上个月已经许愿了108遍的礼佛大忏悔文，已经念完了，师父，他已经念完了，还要再继续念吗？是吗？你已经吃饭吃到今天了，你说还要吃下去不啦？明白，师父，对不起，师父。啊，你要不想吃，你就不要吃饭了。啊，听懂了吗？他的放生该对，明白，他的放生呢，师父。对呀、啊。放生啊，放生啊，放生，叫他再放2600，嗯，2600条，哎、慢慢放，好吧，不着急的。哦、小房子，他许愿了1200张的小房子，现在已经念了600多张，现在已经念了600多张。啊，小房子是吧？对，好啊，600多张小房子。小房子是不够的，那个灵性要的蛮多的，嗯。哦。他过去有杀业，听不懂啊？是的，师傅，是的，非常对，师傅。啊，你好好听话了，跟你说，你哪一天，你哪一天后事吧、嗯？你现在，我告诉你，还能打进电话来，说明你这个能量。这个正能量还是很足的，千万要记住，过去的业障在你身上血液里面特别厉害，颜色，嗯，听懂了吗？嗯、好了，听懂，明白。他的小房子还要多少啊？还要多少的许愿师傅？小房子啊？对，小房子的不一波一波来吧，先87张吧。我现在看见他身上有个男的灵性，有点像有个男的灵性，有点像古色古香古代的人一样的。哦，嗯，就是有点像努尔哈赤那种地方的人，帽子是长长的，掉在下面。哦，说明他过去肯定是古代的时候也是一名战将啊，也是一名，就是应该说是一名将军啊，或者。至少说在前面英勇奋战的一种人呢，嗯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嗯，弟子还有一些不明白，就是说他的这个许愿的1200张的小房子，如果念完了之后，再一波一波的87张，对呀、啊，知道吗？对呀、啊，你这个1200张的话，你87张，你现在就可以算了呀，你87张算一波呀，算在里面呀。哦，这个啊，算在里面。哎，可以算在里面的呀。哦，
在找。现在他的身体很弱，他很多东西看中医，很多都叫他不能够吃，因为一吃他的那个瘤会肿大，师傅。吃过了肿了不啦？肿大了，吃了是肿大了，还是听人家说的啦？你怎么你要是全你要知道，任何一个人如果缺少全方位的营养的话，不是瘤肿大了，我告诉你，脸要肿大了。你很多东西你都要比较自然的，有的东西不能吃的太多，任何东西吃的太多都是不好的，吃一点点没有关系，但是你不能缺少这种营养的呀。你一个人的身体上有瘤，有那个肿瘤的话，你要记住了，你营养要均衡的呀。营养不均衡的话，你的血液里缺少很多的微量元素的话，它这个瘤还会长大的呀，一样的呀。你最好嘛吃那种宫廷里边的那些，比方说过去皇宫里边那种，像这种穿心莲呐、消炎的片呐、还有那种六神丸、六阴丸。过去六阴丸、六神丸就是专门消自己身上的肿块的呀，皇宫里边用的呀。这还不懂啊？你这个东西中药的话，你找一个人给你看，你当然了，你找到好的是好的。我问你呀、啊，每个中医都是好的。嗯，对不对啊？对，好了，就这么简单了。那么我们就坚持跟着师傅的不要坚持跟着师傅好了，你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。干师傅还可以再看多一个亡人吗？你快点了，看得够多了，再最后讲一个。卢雪华，往生2019，卢雪华。姓卢的卢。卢雪啊，对对。雪呢？下雪的雪，下雪的雪，华人的华，华人的华，华裔的华。哦，这个人很好，在无色界天的，在无色界天，很好的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看了，感恩感恩，感恩师傅，感恩师傅，再见啊，天天关乐啊，再见。我们爱你啊，师傅很想念你们啊，我们想你啊，很想念。感恩师傅。再见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师傅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我问一下28年属龙的女的，一个老弟子。28年属龙，想问什么讲吧。师傅听得到吗？想问什么讲吧。28年属龙的女的，她就是说，师傅之前看图腾说阳寿将近，之后她每天都求菩萨，希望能够往生西方。师傅你看一下她现在身上还要有没有灵性啊？还有多少？几年属什么的？28年属龙的，女的。哦。哦，他应该，哎呀，你别去告诉他，应该差不多时间了，嗯。对，师傅，你上次也说他差不多了，没多少时间了。哎，别告诉他了。师傅，他现在身上就是偶尔会抽动，有抽动症，他之前没有的，看一下他这个是什么原因啊？神经系统紊乱呀。啊，他内心的惧怕，他表面上是好像无所谓，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实际上他心里很害怕的呀，害怕自己死亡呀，听得懂吗？对，他是 的,、啊、是的。你现在赶紧跟他讲，你说师父说叫他好好的修 啊，死亡这个事情不是他想的，对不对啊？这个该自己走的时候就会走了。你想也没用啊，你最好的方法就是每一天活得好好的，每一天都念经，每一天都对得起菩萨，那这是最好的呀，听不懂啊？好，听得懂。师傅他会看到阿弥陀佛在他家后院，想问一下师傅他看到的是不是真的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感恩师傅。啊，真的，嗯。哦，真的。嗯。师傅，他已经烧送了，同修，他自己，大家结缘已经烧送2000张下去了。然后，师傅，你看一下他现在还哪方面需要加强，能够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？
他赶快要念往生咒啊，他身上有很大的一堆这种鱼啊，就是这种海鲜啊，这种东西啊，他这个不消掉他怎么上去啊？哎，哦，明白了，他以前是抓过这种螺丝啊这些东西，哎呀，不要跟你讲了，你赶快叫他念往生咒啊。好好，往生咒要多少遍啊？一共？哎呀，有的念，没有三千遍到五千遍下不来的。好的好的，师傅，他现在礼佛要念多少啊？每天可以礼佛是吧？对的，感恩师傅慈悲。礼佛最好四遍。哦，好的。然后他现在每天在念阿弥陀经，那这个阿弥陀经他现在有没有数量啊，师傅？阿弥陀经最好念两遍吧。两遍，好好好，感恩师傅。然后他是学心灵法门的吗？他是学心灵法门的吗？不是学心灵法门的。对，是心灵法门的弟子，他是第92最高龄，现在每天都在念经。傻嘞，你叫他，因为心灵法门的话，到心灵净土比较容易点呀。不懂啊？对，他就是要求什么？他要求希望这执着呀，这执着一样的呀。你跟他说有一个地方更容易去呀、啊，更容易去。他如果阿弥陀佛的那个境界他上不去的话，那怎么办呢？嗯，对，是的，是的。啊，没关系的，不过也没关系的，他愿意就随他了，随缘了，对不对？反正阿弥陀佛的境界是比较高的，因为他到走的时候，最后的考试非常的严格的。如果你的杂念横飞的话，你根本上不去的。对，好的好的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慈悲开始。师傅看一个2008年女的，属老鼠的一个女孩子，她右膝盖骨折造成膝关折，师傅你看一下她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，医生说要开刀。属什么的？属老鼠的，2008年属老鼠的女的。啊，哎，不好意思讲啊，你别告诉他吧。有一次是一匹马，有一次是匹马。哦，怪不得。他做事情走路很快的，但是经常容易摔跤，经常容易，人家说马失前蹄啊，听得懂吗？对。你听得懂？那就跟前世是有关系。你听得懂吗？他因为马的关节是团起来的，人的关节是直的。所以它是一个马的关节、所以经常会弯起来，所以走路一不当心就、这个骨折就会有，听得懂了吗？明白了，师傅，他这个小房子身上有没有灵性啊？针对这个要多少张小房子、啊？背上有灵性，这个至少念108张小房子，慢慢念。而且，她是一个女孩，她是个女孩子是吧？她是个女孩子是吧？啊，女孩子，啊、她也念经的。哎，年轻的时候长得蛮漂亮的。有情债，有情债，听得懂吗？喂，明白了。好了，师傅，它的图腾颜色是什么？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。像他之前，如果是一匹马的话，他平时要念多少礼佛啊？他可以忏悔吗？可以啊，忏悔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忏悔嘛，就慢慢念。要念多少礼佛啊？师傅，27遍，一波一波念吧，念个5波差不多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。最后看一个莲花，9648，女的，2014年香港拜师。9648。9648。他的外围很不好，他现在环境很不好，但是他内心还是很坚强。他的内心很坚强，听懂了吗？是的，莲花，莲花在天上。颜色是什么颜色的莲花？白的。哦，师傅，你给他开示一下，他有什么要注意的吗？脾气不要太倔，嘴巴不要骂人，好，钱不要乱花。好，是，好的。师傅都看到他了。好的。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好了。他们今天自己也要自己背，啊、不让师傅背，啊、你关心他。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Hello。哎，你好。台长，你好。你赶快。好吧，有今天有听到台长。啊，台长，你稍等一下。啊，黎俊仁，黎明的黎，俊，啊，那个进步的俊，仁，莲花的仁。黎俊仁。啊，是你的黎俊仁。什么时候死的？啊，2003年。黎俊仁，黎俊仁。阿修罗。阿修罗还要多少小房子？给他念89章吧。89章。嗯。啊，还有一个1968年属猴女，她身上有没有灵性？1968年属猴的。啊。啊，他前世做过飞行员。什么啊？他前世做过飞行员。哦，飞行员啊。啊，所以他特别喜欢坐飞机。哦，喜欢坐飞机啊。他有没有灵性呢？我看。啊，他的妇科很糟糕。在他妇科上有灵性。嗯。啊，要打扫小房子。看看有。哦，他有打胎的孩子还没走。一个小男孩。还没走啊。嗯。给他念56章吧。啊，56章。啊，明白。台长，1966年马女，他说有不好的意念，不能去动心承认心。有不好的意念什么？后面什么？啊，不能去动心神，他不能去动心那个心神来认知。什么叫不能接东西？不能接东西？什么叫接东西啦？没有急啊，急动心神啊，他念不了心啊，他讲。啊，思想不能集中。啊啊，念大悲咒呀，身上有灵性啊，身上有灵性。哦、啊，他有灵性要多少小房子呢，台长？一共要多少小房子啊？啊。一共要多少小房子啊？啊，小房子一共要130张。130张。他有他的孩子超自主了吗？几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1966年马女。啊，超度走了。嗯，超度走，他想帮我看人男。什么？哦，1971年属猪男。不能再看了，你要看三个人太多了。哦，不是，看一下我的手不知道肿上来呀、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你的什么地方肿啊？右手。看一下，肿了好几天哦。哎呦，关节哦。哎呦，一团团黑气哦。你在卫生间的时候有没有看过什么佛书啊？听过佛的东西啊？哦哦，没有啊，看完啊，应该有翻到，有去看一下那个，哎、有应该有翻到。闯祸了，闯祸了，被护法神罚了。嗯，不能看的呀，你的佛书不能放在卫生间里看的呀。不是佛书，那个是网上的。一样啊，一样啊，网上的佛的东西不能看的呀。你在卫生间里坐在马桶上，哦、你怎么可以？这个对菩萨的不尊重啊。哦，对呀，闯祸了啊！所以闯祸了，护法神惩罚了呀。哦，哎，自己小房子、这个、念礼佛就可以了，念21遍礼佛。啊、哦，21遍，哦，明白。好了。台长，我的血液是有什么问题？每次痒啊，发痒自己要当心啊！第一，血压不稳定；第二，血糖又偏低。好了，这个是上夜还是什么？还是背夜凉呢？都有可能。你像你这种人，如果护法神惩罚你的话，你自己身上的其他的毛病也会出来的。哦，嘴巴里面乱讲，有的时候真的，师父跟你们讲，你们一个不了解自己，又不懂得佛法，乱来会倒霉的，不能乱讲笑话，不能乱开玩笑的。哦，听得懂吗？明白。好了，结束了，再见。嗯。感恩台长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喂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，赶快讲。啊，师傅，我想问一下，一个67年属羊的。67年属羊，男的女的？女的。想看什么讲吗？嗯，刚刚查出来得那个子宫癌。哎呦，我看看啊，67年的羊。嗯。啊，是啊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，而且、嗯、而且不但是子宫癌了，他而且有那个子宫上他有很多的那个息肉一样的东西，就是一颗颗很那个一颗颗小的东西啊，不好啊。哦。像肌瘤一样的，听得懂吗？哦。哎，麻烦，哎呦，灵性看见了，哎呦。哦。哎呦。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一个灵性在他的左面的卵巢上面。嗯。听懂了吗？嗯，听懂。所以他的病应该是左卵巢上面的，现在。嗯。好了。啊，师傅要多少张小房子呀？这个灵性看一下。嗯，啊，师傅，330张。好，那放生呢，师傅？放生要1200条鱼。你告诉他，他曾经做梦做到有一个小仙童来救过他的，但是他不听啊。嗯。就是叫他好好念经啊，什么小仙童到梦里来救过他的，他不当回事啊。嗯。好了。好，谢谢师傅。然后师傅对不起，再问一个，也是一个重症的小孩，2017年的属鸡，然后就是前段时间去儿童医院评估，说是中度发育迟缓，然后现在大小便都不知道说，也听不懂别人说话。几年呢？2017年属鸡的。哎呦，身上有灵性啊。嗯。眉毛很浓的一个人，哎呦。哦、在他身上，哎呦，是跟他们家祖上有关系吗？有啊，杀业，就是杀业、哦，有动物啊，有动物在他身上。哦，师傅，那要多少张小房子和放生？有的念，要念1300张才会好起来。不过他这毛病，你要是让他家里人好好念经的话，师傅告诉你有救的。好的，谢谢师傅。大概从现在看图腾的话，大概是8个月到9个月会明显好转，但是这些小房子全部要念掉。嗯、8到9个月。好吧。嗯。你叫他妈妈不要嘴巴乱讲话。是的，师傅。嘴巴哒哒整天讲啊，烦死了。是的。好好念经啊，有时间。嗯、好了。好，对不起，师傅，还能再问一个亡人吗？讲吧，快点。嗯，是叫张富昭。富就是富强的富，昭是一个提手旁一个昭的昭，2012年去世的。昭生的昭是不啦？对，昭生的昭。张富昭，男的女的？是女的，她是吃素的，念经的。吃素念经也在阿修罗，哎，没上去。好，明白了。那还师傅还要多少小房子？等我上去。68张吧。好。好了。好，谢谢感恩师傅，自己让自己背，感恩师傅。再见。谢谢师傅，师傅端午节安康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